这里的小菜长得真好，小青菜，小鸡毛菜，鸡毛菜。老爸，这是什么菜？这是大菜啊，冬天那个大菜吗？啊，因为这个菜苗都差不多整的，我感觉好像像萝卜的。这是萝卜吗？家禾还有好多菜。嗯，种花的。老爸，表扬一下，现在种菜一把手，嘿嘿，地主。你说这个花干啥的？你把肥的花怎么修枝了？长得不大，修成这个样子了，稚嫩。能多狠呢？太阳都落山。辣椒。今天孩子们都放学了，都星期了，然后呢，给他们搞个馄饨，肉馄饨。看我这个拌馅，这个孩子都喜欢吃这个馄饨。我也喜欢吃啊，因为在外面吃的少，是吧？外面那个肉没有这肉好，这自家做的，我切放点葱花在里面。肉还涨价了，现在肉涨价了。嗯，比去年贵多了。我记得去年的肉便宜。去年好像因为啥才便宜了？今天晚上吃馄饨。馄饨，大馄饨。家包的香喷的小大馄饨，搞两个鸡蛋搞里头，搞两个会下鸡的小公蛋，搞两个隔壁老人家的鸡蛋，蒜呢，还有姜，面姜。搞两个鸡蛋搞里头，今天晚上吃馄饨喽。好久没吃媳妇包的馄饨了。嗯，好久没有吃媳妇包的馄饨，还是两年前吃的。这媳妇有点不太称职啊。来苦笑。以前都是早上你送外卖，我送孩子包馄饨，是不是？记得。你还记得啊？记得。每次送完孩子，从超市里面、菜场里面买点肉、馄饨皮，回来再继续弄给你吃。哎呦，哇！看着有食欲，我觉得这一年东西放过没有？放过了。家里再滚一点。你们看一下这个肉馅，我的妈，真好！真真材实料的，真棒！对对。炒面好，到这了吗？哎呀妈，生肉你都吃啊？怎么样？应该得天天，以前天天做，还用尝吗？对啊，也没加，也没那个，就尝一下，保险一点。舍得好勤难嘛，这玩意是不是还要尝？没劲。妹妹，包馄饨呢？加水。包馄饨喽！这就是馄饨吗？这猫耳朵。
我记得那个小包店包那个馄饨，用筷子上面卷一下，那个馅子少，它就是这样，然后筷子来一卷一卷一卷卷卷卷进去。哎，哎呀！啊，对呀、啊，小包店不就这样包的吗？咱家不是小包店。真材实料哈。那个包的可快了。猫耳朵，这为什么叫猫耳朵？因为它这两个脚像猫的耳朵。我还会包那种东西，就这样折起来的。但这个皮子是这样。这馄饨嘛，就跟饺子差不多形状，就叫猫耳角，是不是？对呀、啊，猫耳角。我觉得是。但是别人那边是怎么称呼的不知道，我们这边是可以叫馄饨，也可以叫猫耳角。馄饨。其实这个就是馄饨皮，馄饨，饺子皮厚。叫滚烫，对不对？小鱼面是不是？嗯。饺子皮应该厚。滚烫。你手洗干净没有？洗了，我也是用洗洁精洗了两遍。嗯，好。你遇不了，你别吃，不要吃你。我包的跟他不一样啊。你包的啥呀？新元宝。Nice。上王一涵上学校，走啊！你们去不去？爸爸，啊，我想在家走读，不想学书了。走读？啊。你可知道你学校到这里有多远啊？就我从家6点钟起床都够了，然后20分钟就能到学校了。那你上学期呢还有点可能，这马上天冷了，冬天了，这怎么骑车的？再说了，你一个人在那路上骑，后面那车我们也不安全呀，对不对？你是什么原因？在，我看这边吃饭，这有头发了也没蒸饭，都有头发，还有菜里面有头发。嗯，其实上次洗澡环境什么的都不好，没法洗澡。其实上次送你去，我就感觉环境不好，还没有一开始那个好。嗯。你想干什么？你就是想走读啊？走读不行，不行，在医生看看。租个房子让奶奶跟你在那边。王一涵，你意思就是骑车来回跑啊？啊，你知道多远吗？十公里。这样。10公里。啊。20多里路了，小。是20里。10公里，哎，10公里，也就是20多里。应该不是20里。你知道冬天，冬天早上5点钟就要起床了，那天还没亮了，你能骑车吗？而且那是二零四国道，全部都是大货车，尤其是早上凌晨那一会儿，货车特别多。还有缆车吧，天冷，这手冻的也不行啊，需要下雪，路滑得很。下雨下雪咋办？我们也不会放心说给你一个人骑车去的。实在不行，这样呗，商量一下，就是帮你从学校很近的地方租一个就是便宜点的小房子，然后让奶奶过去陪陪你，你们行不行？他住不了校，啊，他住不了。要是可以住校，就可以安排他住校了，因为我我们街上也城里没有房子，那住校是不是是这个要求啊，还是什么？住校是不是成绩不够？是成绩不够不可以住的。成绩不好就不给住。不是没有房子啊。啊，上一届住校的，这一届没住，都是成绩不够了。成绩不好也不行。那住校班全都是好学生，我们那学校没有什么实验班或者。哎，你那个学校对面这里，以前我也在那。还有这个理啊，成绩不好不许住校啊，就是把差生把好人给带偏了啊。嗯嗯。那咋弄啊？你想咋弄？就想走读。嗯。那给你租个房子行不行？然后你奶奶现在被。你中午的话，学校不让出来是吧？要是走读。那我回家跟奶奶商量一下，反正奶奶现在有小不着了。嗯。让奶奶也是去山里那边吃，反正你是早上进去，晚上出来。那中午就在学校吃吗？早上进去，这样也行哈。反正老妈现在不也没事吗？你想这样吗？嗯。租个房子。可以。你一个人租房子，我们其实也有点不太放心。王一涵是，王一涵那个自己，独立的能力还是有的。自控能力自己这方面都还挺好的哈。自控啊。晚上会不会出去玩呀？不会呀。那王岩，嗯，走吧，先去学校吧。嗯。
先去吧，反正你现在就算要徒步的话，你这一天肯定要住里面的。嗯。啊。嗯。是不是？嗯。然后放学我就去接你了。不对。对不对？嗯。先将就先住着吧，我们想办法哈。行。嗯。出去。心里碰你了哈。啊，过去。我们现在去哪里啊？我打算先去我爸家一趟，孩子正好都星期。送礼吗？对，因为中秋节我看了一下，他这是星期几？星期六。我们星期四、星期五没有时间。就是说。今天去送了吧？来不及去是吧？啊，因为趁着中午要。那我一个人去送不就行了吗？那你去吧，我五六天，正好带。还没到星期就中秋节了哈。就下星期六是中秋节，那我们现在星期天带王一涵一起去你家送礼吗？啊、去，然后吃个饭，正好我们回来的时候把他顺便送学校就行了。送点啥呀？到来再说呗。给点钱，还送点东西。就买两箱奶，给几百块钱就算了吧。要不然老爸也不喝酒。我们已经到这街上了，准备买点东西给老人送过去。媳妇，等等我。